嗨，老铁，今天刚忙完，又和小伙伴们出来了，哈哈哈。最近一直下雨，都没什么天气可以出来玩。我们正在去山里的路上，前面这个跑飞快的靓仔开的车是 Master Pro， 这姿势一看就是个资深骑手。这兄弟的小黄也是很好看，感觉不错。现在挑战爬坡的靓仔，他的车是比高德最新款独轮车 EX30， 它是100毫米有效减震行程，使用的新一代36个 Master， 还搭载 C40 磁钢包扭矩电机，扭矩大裂，力量瞬间提满，冲坡也是稳稳的。高续航的电池出来玩一天都没问题，新升级的版本还是铝合金的电池盒，出来越野碰撞再厉害都不怕了。加跳的坡好多啊，又是带薪摸鱼的一天。好了好了，老铁们，我要和我的车友美亚湾去了，下次给你们分享独轮车教程，拜拜，老铁们。